花莲圣安宫举办壬寅年全线绕境收元及普施法会，七号早上八点起轿，二十辆宫庙花车从北往南绕境，也前往各乡镇母娘宫庙来收元，象征收集灾厄、普渡化解、促进社稷平安祥和。而八号的晚间呢，在花莲市有一场大型的彩街游行，欢迎广大信众共襄盛举。花莲圣安宫举办王母娘娘壬寅年全线绕境收元及普施法会，十一月七号上午八点起驾，二十辆宫庙花车从吉安乡一路往南展开绕境收元祈福。咱今仔日吼，五年一届全关绕境，咱就是母娘啊，五年一届全关绕境，绕境主要就是去收元，哦，收元就是讲咱这个花莲关，咱介绍场，咱有订五个旗啦。啊！即摆母娘啊，哦，咱前三天起了灯火，走到咱的遐一挂好兄弟，大家哦来母娘啊，哦，这个起了遮，啊，今仔日哦，甲明仔载两天母娘啊会来甲因收灯去，哦，来甲因做法会，爱甲因挑拨，互因各就本位安尼，较袂危害吼咱地方安尼。七号从吉安出发，往寿丰、凤林、光复、玉里到丰滨，沿途也前往各个乡镇的母娘宫庙参拜。十一月八号早上将再从吉安出发往北到新城秀林，而八号的晚间在花莲市还有盛大的彩街游行活动。明仔暗哦四点哦，伫咱圣安宫集合，啊六点出发，咱花莲市大彩街哦，咱花莲市彩街，咱发动真侪外国车甲真侪人哦，要来花莲市彩街安尼。普施法会是十一月九号下午两点钟在圣安宫前广场举行，花莲圣安宫敬邀广大信众共襄盛举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